但是因为我刚打这电话，然后我不想他，然后我后来帮他。还有吗？有，我想吃。要炒面跟炒饭哦。啊，那炒饭。炒饭。啊，只要炒饭。对。麻油拌炒饭。啊，可以。那你要小份的还是大份的？大份的。嗯。你要不要大份的？我帮你一半面一半块。好，可以。这样比较丰富。好。多少？多少钱？八十五，一样不加钱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内用。
网络上甚至已经出现有人转售，一套要价四点九元。但也有人自嘲买一碗才要三千元，成为史上最贵的碗。天冷不去啊？可以，不要回去。这几天是。多太多啊！谢谢谢谢，可以吗？我可以加点辣椒。好，谢谢。Thank you.